你好，阮家老啦，阮即个除了十点以外，碰是真温柔体贴的啦。阮即个不吵不闹，根本无脾气，更加免讲会甲我应水应气。阮七啦，除了碰是爱踅街以外，真清闲啦，拢知影要安怎办我心情啦。那讲到阮七啦，根本就唔免请伊去食啥大餐，嘛免买礼物，根本就免开钱嘛。阮女朋友五官端正，身材高挑啦。那阮七啦，天使脸孔，魔鬼身材啦。阮七啦，为着要取悦我。你快把按摩啊，增加情趣。那讲到阮七啦，也是配合我所有玩法，嚯，佮解锁各种姿势，而且伊穿个女服装，制服诱惑，嚯，真正强啦！你敢有法度？你敢挡会掉啦？啥我袂使啊！我伫厝个说一，他不敢说二啦。我今日等伊哦，就要他好看呐。干到你！几点的？录像打完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去跟你们。时段该去了，去把面碗洗一洗。啊！地扫一扫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不是啊，我跟朋友去唱 KTV， 你今天不会回来的啊。啊你？我卡被借去缴掉了。哦，只有你永远不会离开我。哎喂，喂好，你那个一百分的女朋友到底是去哪里找的啦？要帮我找一个啦。讨厌。表现随意，情绪敷衍。